减 2AB 加 B 平方。OK， 那也是一样，我给你左边这个地方有没有？给你左边这里 ，A 平方减 2AB 加 B 平方这边，有看到吗？哪里请你想到右边这个？哦，想到右边这个 ，A 减 B 平方。好，所以一样的做法，你看这边一样的做法哦。我想象这个是 A， 24是 A， 然后呢4是谁 ？B， 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你题目很像什么？如果你把24想成是 A 的话，是变成的是 A 平方减掉 2A。好，你把那个4呢想成是 B， 那是变 B 加上4的二次方是等于 B 的二次方。那请问你 A 平方减 2AB 加 B 平方等于什么？是不是就等于 A 减 B 平方？对吧？好 ，A 是多少 ？A 就是那个24，哦，这一写的。B 呢就是 4， 所以答案就是24减4的什么？二次方，那是多少？来，24减4， 20的平方， 20乘 20， 答案是400。哦 ，OK， 加会了哦。好，这个你看一下。